虾米是输，虾米是赢？未战不拼，一定输赢。什么是学，虾米是命？拍平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，连大声。 才在输赢，今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最后才知 是赢，要争拼，一定输定。虾米是有，虾米是命？拍拼草头啊，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，免大声，现在输赢。

伊果佮佮咱即个阿红无所不谈即个节目來，来咱现场电话：，逐八讲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现场电话：逐八讲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咱即个电话永远是互当事人定亲个电话：逐八讲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好嘞，咱来看即个新闻啊。军方小 Q 当发制个即个教材啦。 那么洪祖勇伊伫讲啦，时间点无适合啦，下拜托个洪姐姐，哈哈，恁就是拢安尼啦，好，想起的时阵安尼啊，遮尔啊简单咯，啊，你想讲安尼军拢伫弟安尼讲要做教材，要明仔载后日就随报啊吗？啊，敢遐紧歇啦？我讲啊，你即个是倒位啊？ 啊！恁即个道影啦，听一个听一个影嘛，是共款生一个囝仔啦，对毋对啦？所以你咧讲的啊，时间点不适合啊。啊，本来就是，到后尾谁甲你报呢啦？啊！我刚才看这标题，我就知影啦，对毋对？哇！你随回应，对毋对啦？啊，想嘛知影，要做一个教材，咁规工也都 OK 啊呢啦，啊！ 咁规工仔都 OK 啊，尼啦？是安怎？啊？恁若真真正要真正要做教材，恁咪恁弟弟要做教材，教材编好势，著爱恁阿公对毋对啦？来看过，是毋是安尼适当无？对毋对啦？啊，你条准哦，你咧讲代志，讲人咧办代志，拢安尼诚简单就对啊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 所以我看你即个吼、哦，根本啊，是毋是安尼？然出军方、驻点作战指挥部有一份发的宣告，或、这、即个资料，内容甲红中求案相似。那么主角嘛叫做小 Q 哦，啊，那么内面剧情。 啊，搁有介护士，啊，爱每天照三顿，好好啊照顾小 Q。红中 Q 的姐姐红志勇伊伫咧讲啦，挣扎，伊也未终总结事情，也未有厘清。现在做教材有欠公道，本来就是啊。阿会阳讲一句，阿会阳讲一句，哈、啊。 啊！你会刚讲即句是安怎？你个律师，你讲的孙阿娘，迄个女长、少将，那无、個、靠啊？对毋对啦？那么你律师就是代表你嘛？对毋对啦？那么你妹孙阿娘，求上、顾家，或者是赔求上啊？对毋对啦？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！啊你在在、那個！你即嘛咧讲迄，你即嘛、這個，你即嘛咧讲些教材？ 你着会会,会会向讲个时阵，安尼啊，警察还袂终结个安尼啊，啊啥还袂终结，你着叫人爱赔偿，对毋对啦？啊啥啊还袂终结，你着要叫人爱真相，哈？啊你咧讲话出尔反尔啊，出尔反尔啦，对毋对？啊你咹讲安尼，你咹讲安尼，拜托个。那你咧讲个话吼，我无介意听啦，知影无？你咧红家假，你讲只啥物话？哈、啊？ 你在讲些什么话？是不，是安尼先？啊，你即阵在讲这，啊。代志都还袂明朗诶，对不对？还袂理清诶，啊。啊，你甲、啊啊啊啊啊、想，恁弟弟，你要爱真相，啊，人多啊，搁咧办诶，你要爱什么真相？啊？啊，只能讲啊，啊，就讲，就讲我哦。 啊看，著共赶赶讲，嗯，安尼安尼办啊，安遐办啊，哈、啊，啊，互你办较紧啊，对毋对啦？互你办啊，啊，甲啥啊？甲恁遮律师啦，对毋对？啊，甲迄个大大法师，哎，毋是大大夫大法医啦，对毋对啦？对毋对？甲、啊、迄、啊、个大医师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因落去办啊，真紧啊，啊，问题啊，呆呆。 创伤医学部的这个主任啊，洪文德啊，是毋是？甲咱这个法医啊，郭大成啊，对毋对？互因来办嘛，对毋对啦？是毋是安尼？那么我即段吼、哦，希望讲会当去电视台因遐、啊，吼因遐明做，好听看卖啊啦，对毋对啦？ 你即马，你也知影讲代志，还佫还袂厘清，对毋对？啊，你想，恁弟弟的案情嘛是还袂厘清啊？啊，既然还袂厘清，是安怎你？你讲叫人讲在压，女长在佮压起来，对毋对？你佮想，哦，啊你，啊，若无压起来算哪样？你要求偿偌侪？你要佮伊本人求偿偌侪？拄偌侪？对毋对啦？啊。 這那裡啊！到安尼都，发院恁伫个开个，恁伫个迄落啊，啊，遮拢恁伫办的啊，对毋对？啊、裡人人安尼恁落恁恁遮个人落落去办啊，对毋对啦？是毋是安尼生？啊，遮支持恁的嘛欢喜，对毋对啦？因为啊，恁遮拢是一丘之貉个啦，对毋对啦？是毋是的啊？拢同款个啊，一面倒的嘛，你讲对毋对啦？啊，拄啊好下到恁个、恁恁个、恁个意嘛，对毋对啦？恁着要爱真相，啊，真相就是安尼嘛，是毋是安尼？

那有可能现在做教材啊,啊！你想得太美了，我阿你讲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恁就是拢安尼啦，啊，人伫办讲遐慢，啊，人爱人咧讲真相，你咧讲遐毋是真相，是毋是安尼有欠公道啦！哇，你搁会晓讲公道啊？啊，你到即阵啊，搁会晓讲公道啊？什物是公道？ 啊，你共抹糊抹到安尼，群众诶讲啊，讲伊伫官官相护，对毋对啦？伊会孙啊一昧正骨，对毋对？啊，呾恁弟弟啊，录音带来无去，是毋是人人会个孙啊？人伫咧动骹手诶，对毋对啦？啊，啊，恁要爱真相啊！呾即呾，即嘛，真相要差不多要出啊，对毋对啦？你无看迄、那个？

对唔对啦？啊，你无录音，大是要记声啦。对唔对啦？过来，入去即个分诊病院体检，对唔对啦？哦，体检、啊，我体检有啊。伊来就是安尼、哦、啊。哦，逐个医官检查，逐个嘛拢转因啊。哦，哦，查查个清清楚就好啊。伊着转去啊，转去要安怎？啊，看后摆看是倒一个实验啊。 对毋对？检查官会去调啊，去问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也讲人个孙啊，办代志无咧办，对毋对啦？哈、啊，你来讲我哦，对毋对？啊，你讲我,我都无要紧。哈、啊，超阿芳安尼甲你讲两句啊，我看你你你气啦啦，对毋对啦？是毋是安尼啊，你来我哦，呵呵你欢喜对毋对啦？是毋是安尼 人甲你讲两句啊，啊你去找找，你着气出啊对毋对啊？哈、嗯，啥物咧？有有欠公道，现在毋是适合的即个时间点啊！你咧讲落遐咩？想嘛知啊，无可能即阵啊。有可能的时阵，上紧上较紧啊！我种啊上较紧啊！我拄仔咧讲啊，恁小弟啊出山了后，安排好势，可能嘛都爱佮对你啊？你讲对毋对？ 咱台湾伊即个是毋是安尼，啊，啊，对年了后就是起码嘛，一年了后啊，你讲对毋对啦？你讲对无啦？啊，啊，你都定定来讲人办代志啊办啊，啊，是啊，即码来讲，啊，你啊办代志拢要紧，现在做教材，你咧讲拢诚紧，啊，所以你嘴咧讲拢足紧的，啊，别人咧做拢少办的啦。我感觉你咧讲话拢真奇怪啊，对毋对啦？ 那么这对家属有欠公平，令人痛心啊！看在家属的这个眼内，唔是滋味。你讲的拢太美了啦，拢你家己在想的啦。人啊，讲一个影，你著生一个囝啦，对毋对啦？那有可能这？即阵啊，我都讲啊，毋相毋相信官方，死狗看伊若有真正要做教教材，是毋是爱？ 对恁翁公来出声讲、啊，哎，恁恁恁恁即件代志哦，是毋是后摆互阮做一个教材一个哦？哦，点么群众诶叫这个长官，是毋是？啊啊，叫这军军、这个孙男的即个盖户事对毋对？爱注意虾物？注意虾物？对毋对啦？你讲看啊，若无恁小弟啊，来死翘翘啊啦，对毋对？我咧讲对毋对啦？啊！ 这个专门录报道的吼，即拢负责任诶吼。那么传出军方驻定作战指挥部一份法制宣告资料，内容一看，就让人感觉讲是红中求暗啊，啊，这那才卡合啊。那么红志勇伊咧讲啦，安怎会伫咧即个时阵，他？ 出现这种的這个即个物件，哎呦，哪会安尼啊？安遐拄啊好，啊。嗯，啊，阮小弟也是安尼，硬币死了后，安、啊、那遐拄啊好，啊，那個、外面拢乌诶，安那才拄啊好啦，啊，巧合、啊啊、的代志是足济啦，对毋对啦？如果要提重扣，做案的应该先诋毁家属，本来就是啊。 本来就是啊，伊即码伊就是军中本来就有有累啦，啊，伊是学做小种啊，啊，小丘啦，小丘啦，对毋对啦？啊，拄仔好咧，奇怪恁小弟仔学做中丘，对毋对啦？啊，应该事先体会家少本来都爱啊，但是都毋是咧讲恁中丘啦，对毋对？拄仔好名号，拄仔好诶，对毋对？ 有要挖伊啊，嘛无拢共款，你讲对毋对？那么不是讲爱怎样写就怎样写，啊？你敢若听无？传出军方哦，拜托个，凡说记者咧乱讲诶。啊，啊你嘛咧附和啊，哦对毋对啦？人啊，讲一个影，你就生一个惊。 甲你咧讲共款啊！你若讲一个影，啊人就生一个囝啦。安尼你听有无？即马社会就是安尼，媒体就是安尼啦，一面倒啦，就是拢听你咧，就是看你咧起舞诶。你听有无？人拢缀你咧起舞诶啦。洪中秋表示，如果即个案例啊，如果是公平客观去呈现，啊，嘛不嘛。 嘛，无爱用阮小弟啊，即个本名。如果有达到宣导的即个效益个，至少无排斥。但是啊，现在政策还佫无终结，事情还佫无厘清，还佫无明朗，对毋？对啦？现在做教材有欠公道啦。现在毋是适合的即个时间点啦，本来就是啊。啊，你想嘛，知。 对毋对？人诶，敢遐尔啊讲？即我甲你讲，即都是人新闻咧做诶啦。对毋对啦？操，迄件讲下孙阿娘军长想要陪恁小弟啊家属，对毋对啦？一亿有无啊？迄嘛是新闻咧放诶啦。对毋对啦？哎、啊、呦，即、呃、卖新闻哦，无知无所不知放就对啦。反正伊都讲迄种上动诶哦，安尼伊。 伊靠人看啦，伊的节目靠人看，伊的报纸靠人买，都、就是安尼生啦。我甲你讲，啊，至于对新任的这个广播长有什么期待啦？洪祖勇，伊伫咧讲啦，希望伫咧希希望在位在位者好好啊去做处理的，那、啊、有啥物通去处理？呃、啊，处理你嘛是讲，啊，你做管管相护啊，对毋对啦？ 啊，换汤无换药嘛？对不对？唔是共款，换汤不换药啊，唔是共款，是不是换一个人来呢？啊，伊毋是共款各防部长，啊，只希望讲哦，总统答应的这个代志哦，无聊部分哦，会当确实执行呢，完成家属的这个诉求，我来讲，若要完成家长的诉求哦，唔一定呢。 哦你好想着啊，想讲时阵安尼啊，恁咧讲个拢是安尼，群众咧动骹手个啊，对毋对？要甲恁小弟仔操死个，硬要甲操好死个，你讲对毋对？啊，你爱真相是安尼啊，对毋对啦？所以哦，我今若若看你哦，伫咧讲个话吼，正包倒包。 对不对？起起倒落，起起倒,倒，斗，出尔反尔，你们讲安尼，你们讲安尼，对不对啦？你咧讲的迄一并排出，你敢知？红家家到这结束，其他的笑话，讲即个网络，讲这個时间，继续收看。阿红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